阿姨，地板可不能这么拖呀。哎，等等会儿，阿姨，怎么？这衣服可不能这么洗啊！不是为啥呀？家规。家规？啊，那个老板给我定的家规。来了正好，悠悠，来，你给我说说什么家规？啊？哪有什么家规？没有。那个老板，你就把给我定的家规给阿姨说说呗。没有，哪有什么？你看，叔叔。吃饭不上桌，饭后把碗刷。这拖地必须跪着擦，这样地板才不花。衣服用手洗三遍，对，锻炼身体还省电。拖地必须，楼层再高不能怕。马桶刷完用手拧，又能洗脸又能喝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挺会欺负人啊！啊，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阿姨，还是你在这儿好，以后经常来哈。干嘛？终于让我逮着你了吧？啊？背着我们有人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有人了？我没人。还不承认？来，告诉我，手机里这个清晨的小鹿是谁呀、啊？恶心死了，起这么土的名字，这人挺 low 了。什么？改作改当是吧？妈，你看，他每天早上给这个清晨的小鹿。在吗？你吃饭了吗？你在干啥呀？多恶心呢！啊，不是，指定上面有人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别说了，你什么别说了？敢做不敢承认，对不对？赶紧告诉我，那狐狸精是谁？看我撕他的脸！在这儿呢。我就是你说的那狐狸精。老板，在这坐着哈，我俩去聊聊。哎，聊什么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又来了？我都提醒你了。清晨的小鹿，跳起来。